这个险停呢是中午啊，我们接到地方，反映这个地方呢出现了近50米的塌方，情况呢非常危急，我们迅速调集兵力，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排险加固。照目前这个进展情况，尽管官兵们斗志昂扬，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进行加固，体力消耗非常大，目前比较疲劳。我们呢还要奋战一个晚上，保证最险要的地段险情得到排除。明天我们再进一步的调集兵力，进行排险加固，确保这一段堤坝万无一失。洪水来袭，他们伫立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用实力和行动铸就阻挡洪峰的铜墙铁壁。水情紧急，他们经受着各种险情的考验，用不怕牺牲的勇气守护着百姓的安全。紧要关头，抗洪一线如何履行职责，日夜坚守？形势严峻，防汛中枢如何坐镇指挥，积极应对？确保这一段堤坝万无一失。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系列节目《抗洪的日子》，全方位呈现抗洪抢险的精彩故事，敬请收看。对无为的防汛形势，当地水利部门用8个字来概括：临江靠湖，围口众多。从无为过境的河流，除了长江，其他的主要还有西河、玉溪河、永安河、花渡河、郭公河、皇城河。全县地防的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面积在1000亩以上的围口有72个，其中13个面积超过1万亩。严防死守，保卫家园，现在成了摆在无为面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关键的是，一个是无为县防汛救灾指挥部设在县气象局的办公楼里，从7月1号开始，每天早晨8点和晚上8点，无为县委县政府和第12集团军某部领导以及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会准时来到这里。这个被叫做"一把手"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严防死守，沿河大堤，24小时不间断地对各个围口进行巡查。部队发布的总的指示是，属于军民融合，我们联合巡长江2号洪峰，再加上1号台风，在9号就要影响无事，所以这样子我们形势呢就更加这个重要，这是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是要巡视查询。这天早上的一把手会议结束还不到40分钟，无为县委书记奚南山已经出现在泥岔镇长江外护围防洪大堤旁。在堤坝的下方出现了一处管涌，尽管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奚南山对此并不放心。眼看着河水已经渗过堤坝，积水慢慢升高，奚南山认为险情没有排除，随时要加强警惕。确保万无一失的啊！中嘛中嘛，这个就这个就是书记，这管涌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上午大概9点钟刚刚开始。当时怎么发现的？他是巡视巡集的时候。对对。这个你这样子，你在那个西厂还有派个人指挥。村民介绍说，这道防洪大堤保护着长江外的护围，但因为有白蚁在堤坝里筑巢，导致土质的坝体被侵蚀了。近期受降雨影响，长江无围段水位持续上涨，被白蚁侵蚀过的地方在江水的压力下松动，出现了渗水的管道，也就是俗称的管涌。幸亏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一幕让西南山惊出了一身冷汗。局长的这个房先打一个羊水盆，实际上就是叫羊水盆，下面是两级，上面是一米二，它打通过，由他们来，这是。支付上有李局长，然后呢，这个行政上面呢，
这是个独立智慧现场智慧的一个孙正善，孙正善他是这里的老主席啊，然后所有的物料撒石和团子的运输由他是你来负责。长江万户围防洪大堤出现管涌绝非小事，在现场西南山仔细查看抢险工作的每一道细节，碰到有疏漏的地方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不留情面的当面抗议。毕竟此刻的汛情已经容不得任何疏忽。我鉴定结果过来，这个你自己干，这个你自己干，跟公安讲过了吗？除了这个之外你应该要吸取教训，所以我们左一强调右一强调要备料，备料你到现在这个纸上都看不到料，他的那个展令准备在展场上的这些渡民船已经备好，现在不讲那个方面外人赶快躲过你的，我不仅这个先把这个想好，其他的紧急的我愿意是撒尸把那行动行动的备料。你这是高雄威还有的是高的，你这个马第二次观光还要来，要早得很呢，四九站就几条船要运石子用沙要放在这个行动行端，你否则你妈出现再出现类似的官员怎么办？好这个派我到时候派纪委了，都你到个这个如果没有我这个不退给哪去呢，这个专心吧是吧，行吧他不让嘛，这个我连这个运沙石的现场去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那你再去看。巡查围口和防洪大堤是西南山每天必做的工作，按照之前制定的应急预案，他这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人做了一个工作分工，一个每天坚守在指挥部随时掌握各处的汛情险情，另一个每天都前往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去仔细检查靠前指挥。刚刚查看完长江万户围防洪大堤，西南山顾不上休息，两个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岩桥镇胡腾围大坝，听说这个大坝出现了几处塌方，西南山必须要亲自来看一看。是我们为在历史上遇到的所有的河流超保证水位，而且都是创历史最高，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我们的群党动员全民行动，在广大干部群众还有我们解放军武警干部在大力支持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打一场人民抗洪抢险的战争。尽管胡腾围大坝出现了几处塌方险情，但是西南山对群众自救保护大堤充满信心。这一天下午，西南山又前往两个堤坝进行巡检。夜里11点左右，他还没有休息，摸黑赶到了襄王镇赵坑家宅围。无为县最大的内河西河流经这个村子，因为雨停掉了，这样子汛情呢基本上处于稳定，但稳定呢因为大地呢在高水位长期浸泡的情况下呢往往呢更容易溃坡，这些本案呢虽然很小，很可能你只要发现不了你就会造成大体溃坡，一溃坡呢外体外的水和体内的水呢落差很大，那这个溃坡呢就真的就不堪设想。从暴雨过后的第一天开始，西南山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是这样，除了早晚两次不能缺席的一把手碰头会，其他的工作时间他不是在堤坝上现场检查，就是在赶往堤坝的路上从未间断。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无心无向的围口没有一个漫步，没有一个人民伤亡，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赢这场抗洪抢险的必胜的信心。人生眨眼几十年，